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月红荔枝啊，大家看到现在已经有些颜色已经变红了，但是它还是比较小啊。大家看到啊，目前的话，我们在海南有些地方的荔枝现在也是成熟期，也比较红了，比如那个科技一号啊，在海南现在陵水啊，有一些其他地方。现在也比较喜欢种这个早熟一点的荔枝，比如科技一号啊。现在大家看到了，就是这种真正的那种热带地区的话，它会早熟很多，真的比我们广东茂名这边快1个月左右。感觉我们起码要到4月中下旬的时候才熟，比如科技一号啊、香蜜荔啊、三叶红这种，在我们这些地方，在广东茂名这些地方。但是如果在海南、三亚、陵水那些地方就比较早、比较快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有些已经红彤彤的，都可以采摘来吃。但是呢，它酸叶红的酸味还是有一点那个的。还有一些的话，科技一号跟香蜜荔就是酸味没这么酸啊，可以吃啊，感觉还是可以尝个鲜，还是可以的。香蜜荔跟科技一号啊，大家也看到了。啊，目前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啊，比如如果你比三亚更低的纬度，说不定就更加早熟一点啊。基本就是这个情况，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，介绍一下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Bingo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。